小玉，你这么久去过水帘坝没？我都好几天没去了。那是搞好了没有？搞这么久了？不知道啊。我们去看看吧，反正吃吧，吃完晚饭了。就去呗。当散步了。小玉，你去不去？去啊。走啊，快点，穿鞋，快点啊。穿水鞋去。穿水鞋去干嘛？那你就穿你的水鞋去了，快。一手的去玩水啊，超开心。一万的一座山。光子都不穿的。不用。快点啊、哦！走，出发。出发喽！妈妈。你看见那里了吗？哪里？哎，哇！首先按了一个。这里有路灯的，什么时候按路灯的？咋这样啊？是啊。妈妈，你看那里。哪里？那里。你看见了没？看见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凳子。哎呦，这凳子这么好看的呀！我的天哪！那是螺旋桨吗？啊？把这个抬起来的那种。是的啊、哦。是。什么？这是水闸是没？嗯。对啊。这么好看。开水是没哈、哦？对啊，妈妈都不知道的。妈妈都没来过，怎么知道？道的。先用木板来砸的，现在用这个，简单一点的，这个开关。我去水那里玩上了。那新建了个楼梯，本来这里没有楼梯的哦。有没有那么宽？啊？没有那么宽。没这么宽了。那个也有个水闸。哦，那也有个水闸。那个是刚弄的吧？今天这边今天刚弄的。哎，裤子湿了哎。那水进水鞋了吧？真的没有鱼了哦。整一场水来大把鱼。为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哦，你看，你被水推走，推走了。他又在那里了。转了，哎，你跑了哦。水眼睛好厉哦，这都看见。晚上可能有好多鱼上水。这里啊。小鱼。那这样子，以后上面那个泥还不是一样会冲下来？冲在哪里？冲到这里啊，这里还不是一样有淤泥？这里如果脏了就。到夏天就用开水来把它冲一下，就干净了，扫干净了，再蓄水起来，又可以来用了，再用。谁不搞衣服湿吧啊？夏天来这游泳就好玩了，再要对你来说。大便样子里。这等两天那里闸口干了，就能蓄水了哦。这里不用铺吗？不用啊，是不是你们以前踩就是踩到这里的，是没？我一天踩这里啊。嗯，是没？因为我怕我掉入水里，然后有家就落到这个啊。这样的啊。那你还是见识这个。我说。那边也可以，那边以后也可以爬，爬往那里上。那边也是这样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我要一家一人回去装饰我的小鱼缸吗？你有小鱼缸啊？啊，那你就摘一点呗，摘几朵就得了吧，别摘人家那么多吧。轻轻松松就摘得了。我再摘几朵就得了。嗯。这是三朵吗？嗯。有蜜蜂吗？有蜜蜂吗？没有。我还是摘的，我还是摘吧。在这里。嗯。
那你不摘两朵回去给你真香摘了？不摘了，反正这两朵不喜欢。是的，他不喜欢了。不喜欢这个。是的。是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。爸爸，妈妈，嗯，希望我们这三棵树快快长大。希望你这三棵树快快长大呀。啊，这树都长得好高的。嗯。哪里？那竹节猴子树。嗯，这两根柱子做的蛮好的不？嗯。拜拜了，水资源。拜拜了，水资源，不要爬上去。妈妈，妈妈。嗯。那水会从那里，然后用泥填从这里，然后又从到那里啊。嗯。好神，有这么神奇哦？坐一下。干了，干了，早就干了。夏天我们来这里坐了歇凉就好了啊、哦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可以玩一下游泳啊，就可以来这里游泳啊、哦。嗯，那你不带游泳圈来了？我不再需要游泳圈，我就要救生衣。你不需要，不再需要游泳圈了？啊，这么厉害了呀？啊。那我回去了吧啊！嗯，泡沫也可以浮起来，泡沫也可以浮起来。那你能学自己游泳吗？就不用游泳圈了，也不用救生衣了。走了，回去了。回家。我走到就不用那个了。妈妈。嗯。